早安。奇迹，已经中午了。我都已经吃完早餐，刚刚在饭店拍照。对，拍照一轮。朱真睡得好吗？我还觉得还可以的，我觉得是因为累的关系，但是床就还好。哎、欸，人家看起来很壮脸的问题，你要模仿一下那个健美选手的姿势。不会，其实每次 Q 我好多次，我都做不出来、啊。真的、哦？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你不行，你在附近在运功的感觉。好了 ，OK， 我妈出门了，饭店拜拜。哎、啊，天气好好。好久没出饭店，还是很舒服的感觉。哎、好久没有晒太阳了，真的。剩小熊孤单一个人停在那边。小熊，小熊，今天我们要往北，往北，北上一点点。好，走吧。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抵达战恶库了，大概才开十分钟不到吧？不到，对，好近，好近的。你饿了吗？很饿，又好热哦。很热，我们先去吃冰。先吃有咸的冰哦。它应该没有咸的，我上次吃它的那个太奶冰很好吃。哦，那是我饿了。不知道有没有草莓冰？可以先吃它吗？可是那里面我记得没有东西吃呢，真的假的？就是咖啡店比较多，就比较偏文青一点的。文青的话就吃不饱啦。你知道我上次来这边是出差耶，有没有文青店又可以吃饱的店啊？你可以看我们的 IG 啊，我们刚刚在 IG 上面有问大家说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欸、同样是港口啊，基隆港就是没那么漂亮。你要引战吗？基隆港可能太小了、啊，腹地太小了。你在引战哦。说公道话、啊，花莲港也蛮漂亮的。你要介绍一下。我们来到的就是战恶库必来买的太奶专卖店。它不像太奶。人来走走啊。他其实不只卖太奶，很多东西。哎，你好帅哦 ！Hello。战恶库第二帅老板，第一帅没有人，从哥。啊，开心又看到你们了，嗨！而且上次是在店面看到，但是第一次在这边地方哎。对，第一次在这边。我不是第一次，还没他不是第一次。超久，尤其是这次开车来，超累的。太远了，我真的觉得你们太远。这是叫太奶奶的珍珠。珍珠干嘛？珠雪花冰。你是鸟草莓，是鸟可可夜总会。嗯，是这个。草莓好，那我们点一个草莓冰，然后一个是太奶饮料。黄美冰的感觉。好热哦！就是要这么热吃冰啊！你看你的冰，很快就融化了。好吃，好吃，因为他听说他的草莓酱也都是自己熬的，所以他草莓酱吃得出来，不会太甜，不会太腻的那种感觉。像夏天哦，现在高雄真的是夏天的感觉。它草莓酱很好吃哎，有啊，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买，真的很好吃。好好吃哦，真的。来高雄一定要吃，人来走走雪花冰。有没有一扫你刚刚中午吃不开心的？中午真的好难吃哦，可能是我口味啦，就是不喜欢。虾米的东西，对，天气真好。你觉得高雄人是不是很常情侣约会就来这边啊？应该是吧，我觉得这边整理的很好哎、欸，这边整理的真的很适合晚上就来这边散步、约会，然后看海，谈情说爱，然后把人家推下海。What？ 把讨厌的推下海，一言不合就可以把人家推下海。
跟你说，我们昨天开车的时候啊，就在听那个 podcast， 然后就说天蝎座脾气最差的。没有，他是说最难相处的星座就是你啊？不是啦，第一名是处女座。处女座，对，好像是处女座。处女座为什么那么难相处？天蝎座也有上榜啦、啊，但天蝎座没有那么前面、啊。你刚刚是自言自语嘛？好啦，冰要。现在在看那个机器人牵手，机器人关，机器人牵手，反正等一下看就知道了，感觉好像很酷。That everything is gonna be, is gonna be alright. I know that you.All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what is best for you.Amazing！ 整齐划一，硕大便是美。我们今天住的地方看起来很特别。嗯，对啊，叔叔找的。我们今天住在台南的住宿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又是一个富有停车位的房间。哦，撞之门，哎呦，好黑哦！哇，直接上二楼，嗯，哇！那我觉得刚刚有人用过这边在做外国，为什么？因为我们八点才入住，哇！什么？哇，两双人浴缸哎，双人按摩浴缸。等一下，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它这有多深，这是博物馆。双人按摩浴缸，你把手打开一下。然后，真希望是淋浴间。淋浴间。哦。大家要洗澡了，按摩一下。哇哎、欸，超远哦。有那么远吗？真的，你这样走过来。还好吧，你走过来，你走过来，哇塞哇塞哇塞，好远哦，好远哦，好远哦！啊，你要算走几步路吗？没有。哎、欸，我觉得台湾的那个，这算汽车旅馆？这可能算是已经算最不豪华的汽车旅馆，我才哦，真的吗？我不知道啊，还是外面。那我觉得很赞哎，还是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很晚才到、啊。哎、欸，你把这个拉起来看看。哇，好通透。你好像博物馆里面的装饰品哦。好啦，快速开箱，结束。天哪、啊！我发现，哇！要在这间拍浴室给大家看，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这边是镜子，然后后面是玻璃，然后前面左边、右边都会是反光的东西。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浴缸的尺寸吧。现在叔叔很舒服的为我们示范浴缸有多大。我没有办法正面，因为我们在床上在曝光。这个浴缸大概就是双人床的尺寸吧？对，它就是可以躺双人，一人一边。对啊。啊，你按一下那个比比宝宝啊。按摩浴缸。哦。你家够可以点吧？那这样所以床单内已经有比比宝宝。已经有泡沫了吗？对。但是还不是他们最厉害的房子，看到比较，是他们最普通的，他们比较厉害，他们比较贵。但是住这边呢，比较有晚入住的心理准备。哦，对，他们入住时间是八点，晚上八点。在这之前呢，都是给人家休息用的。休息。哦，我要跟大家示范要怎么样畅通使用那个按摩浴缸，然后也比较尽量不曝光的方式。他曝光了就赚到了，就这样。哎，
应该没有不公吧？完全没有。很好。你好厉害哦！你好像那个日本的那个综艺节目。很舒服，真的。好了，那个下一道。